收到粉丝提问，大神必练什么武器？对于这个问题，你会想到哪些武器呢？下面要说的就是大神必练的三把武器。先测试一下大家的手速吧。三二一，你双击了没有？关注了没有？一 ，AKM， 作为 7.62 的高伤害步枪 ，AKM 在吃鸡里刷新率很高，每次对局前期就能捡到。它最大的优势在于不吃配件，自身的机瞄也非常好用，受到了大量大神的喜爱。二，手雷，如果想成为大神的话，除了枪法之外，手雷的练习也至关重要。毕竟在高手的实战对枪中，只要形成对峙局面，基本上谁先拔雷谁就赢。甚至有些雷神，即使枪法不厉害，用手雷也能打上很高段位。三，听证辨位，耳机才是吃鸡的核心武器。大神的所有操作，基本上都是通过听声辨位决定，只要把它练好，才能做到打提前枪或者绕后反杀以少打多的操作，不然即使枪法再好也会被敌人阴死。小丸们，你对此怎么看呢？欢迎关注三连哦，我们下期见。